请问你为什么一直磨蹭我的马吉？你的马吉太大了，所以我就没有位置可以。啊，没有位置可以。他意思就是说是你的问题，就是真的太大了，他没有办法甩开了。嗯。漂亮哦，姐姐。你更漂亮啊、哦！真的吗？我更漂亮吗？真的啊！你看，直播中，我在开直播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太好笑的事情了。请问你为什么一直磨蹭我的马吉？你的马吉太大了，所以我就没有位置可以。可以，没有位置可以。他意思就是说是你的问题，真的太大了，他没有办法甩开。今年真的不会有了。还有一个月，你不要这样忘记。应该是不要来，我都待在这里。要找一个好人吧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我心无缺，我不求。不急。可是你都比较喜欢梨花的人。你在说谁呀？谁？想大一点吧。啊，不止一点吧。这一档年纪好像我最大。嗯，真的。没关系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不用接话，其实没关系。我真的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我们来比的。要不聊一下，就是比较。我觉得就是跟新加坡人合作蛮开心，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啦。对，因为前一阵子我才刚去新马拍了一个电影回来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，新加坡演员的喜剧节奏很好，然后刚好这一档又遇到，所以其实跟他们对戏，我觉得哦，好轻松，对，就是很舒服很自在，然后他们的鬼点子很多。你有什么省钱的太广？你说我个人吗？还是剧中？个人吗？我个人没有特别。就是刻意会去省，但就是基本上大家会做的什么，像什么货比三家、啊，然后或者是哪些信用卡会有什么样的优惠啊，然后优惠券啊这些东西我会去看这样子。然后我比较不太会冲动购物，是像因为我现在都网购居多，然后我就会放在购物车里面，然后等隔两天再结账，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可能不需要，对，就是需要跟想要会稍微分一下，对，因为毕竟我还有房贷。被盗刷过，目前没有。对啊，现在有什么对象？没有啊，我就说今年真的不会有了。还有一个月，你不要这样忘记。应该是不要来，我都待在这里。要找一个好人吧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我心无缺，我不求。不急，就现在心态是。随遇而安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一直都蛮随遇而安的啦，嗯，对啊，也蛮好的，单身蛮自在的。有遇过那种很节省的另一半，好像没有物欲的，对，目前好像还没有，嗯，目前多少都还是男生还是会有一些男生喜欢的东西，对啊。可是你都比较喜欢梨花的人。哎，你在说谁呀？说到了，谁？